最下层，上面已经淹了，我们只能去中控室，只有这一条路可以出去。阀门，还愣着干嘛？ 实验室和水族馆的排水系统是连接起来的。当初我怎么知道会有什么实验室？你，他就在外面，别烦我，他进不来呀。 做了什么？打开乐园所有水通道，强制抽水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做什么蠢决定之前，能不能告诉我一声，快把它停了？你是不是被吓傻了？忘了这里是谁的地盘了？他准备从通道进入户外驯养池，然后趁着大喊大潮逃出去了。 有人听到吗？有人听到吗？哥，你们没事吧？闭嘴，听我说。雪莎逃到了驯养池，去，死也把她追回来，快去！天船。
你看到了吗？奇幻，他来了。
活着吗？